消息马上告诉大家，就是在稍早的时候呢，行政院长苏贞昌召开了行政院扩大防疫会议，根据指挥中心的防疫规划，已经才是7月27号开始调降为2级警戒，让符合防疫指引的各个行业跟场所都可以恢复活动。这是一个最新的消息，行政院已经确定27号之后呢，就要调降为2级警戒，详细的情况在下午的记者会就会说明。